出去神岳没了。那在那边考了。不是阿美了。阿美，阿美班了。这么惨。他们打体育班呢。那我只好去拍他们烤肉了，但没戏唱啊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去拍我。Thank you.
为什么你叫的有点像那个，有点像阿佩的声音？阿佩很多，八年级。把它弄掉，因为会来不及。对对对，我怕会来不及。要拍的。这一定要拍。不一定啊。可以决赛。踢起来就可以救了。为什么一定要拍啊？因为我是经营那个粉丝专业，然后不是就是要那个在问啊，不然没东西啊。连歌场机这个东西啊，有他们就是说管那个门口的，他每次都说哎，就是说你在场的，这都不拍耶。你有拍他了吗？很好笑。然后每次都要走的时候来跟他说拜拜啊，他说你每次都没拍我。积分的也被打到。现在谁先领先？还有啊，我们班加他们好久，我们又赢了，所以我们要跟他们班比了。那你就是整看谁第五名？对啊，不是第五名就是。我们班今天那个搓球的时候很不好，我们扣球都我都没扣到，我也没扣到，我今天只有一搓球而已。有够热，不知道干嘛。中午是睡到热醒的协议，没有睡到自然醒这种。哎，你们班女生，你们班女生好像很强哎，为什么感觉打好多场哦？你们班女生啊。哎，这个看起来超模糊。因为解析度很高，好不好，先生？可是为什么是一条线一条线？他在录而已啊，那个只是给你看有没有。没有啦，这个是有那个。借故。你可以问一下，他那个是有，你没看到人有被框起来？有啊。你想说人为什么这么小，要排什么的？不是我说，你这样怪怪的。
谁先领先？关掉了，他本来在看起来没有在算，我关掉了。哎、欸，有，对，对，他是 A 组、欸、那个 OK 的你，那个打烂一下，他超大力的，啪啪啪啪啪。喂，我今天做到达标呀，今天早上五点，然后睡一个小时，七点就在醒。其实我们今天早上也有比，我们今天哪有比？真的没关系，你有拍到这些应该就够了，因为还有季节，还有五六礼拜一也有，为什么？哎，礼拜一没有，礼拜一要去看电影啦。我说这礼拜一，这礼拜二，你有比什么吗？对啊，比什么？应该都用这个比完就没了，这个没了，这个比完应该说已经没了。那为什么可以这么？这是可可。关门吧，那一场都走了吧，觉得今天舒服吧？我这场真差好多。关门吧，可爱可爱的。蛮可爱啊，蛮可爱的。对啊，你看他们有穿运动外套。十号要上场了吗？十号是谁？我们班女生谢欣宇，那个身高真的就是个漏洞。我们班女生到底是怎么样啊？十号是要不要上？厉害的不知道怎么打，输了。靠啦！我说你在靠什么？他们在打。十号不见了，在那边呢。哦呀呀呀！去了。靠呀！啊。那边，楼梯那边啊。那是这个是日常的。为什么？去拍十号。哇！这个雨啊！哇吧！哎。别标记，别标记。对，他是小白，我靠！立伟的没？立伟的没？你看那个都没太脏，人家清一下吧。你全都头发哎！啊？我不知道。嗯、你都谁？你都谁？哒哒的钟，响一声，哒哒的心。对，你去哪？我说你去哪？就是教室啊，黑板上说什么？手机不见。对，而且我现在是我妈。然后锁在铁柜里面。BB 柱啊。不稳定，有可能甚至有一个月都没有，甚至两个月都没有。怎么办？就这样，就是靠洗的。靠外面的人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给你。没有，因为我只有认识这些，我外面的我没有认识。反不开，那个身高真的是太可爱了，他那个身高还高。
们已经导电三班啦、啊。在那边不是吗？那边的。你们明天还要比？没有没有，明天等一下就比完了。他们这个是冠军嘛？他们这方应该是三四名。所以你们要比到什么时候？我等一下我们班跟他们班打5-6名。所以你们还要打，一直今天都要打。你刚刚今天就打完了。打一下就。我想去吃了。来啊，今天。可是我上面是太。还没很厚。还没很厚，不要在上面打吧。如果你这一场想要弄死，你把那个树先炸掉，先乱烫，再去给另外一个人乱烫，所以就很乱。我说看你的规律，就这样。我说边那个是看电，电电电。啊，一般人家这样，对啊，他就有乱烫，他就乱卷，他会卷，其实没有方向就错了。他如果方向是对的，他就会顺顺的翘，那这个就乱翘，就会乱翘，而且风吹也会乱翘。哎呀，那我超讨厌，你要躲跟你一起在那，他妈的真的有多傻。我们的球呢？下课。哦，到第八节一定会比完。我们一定会比完，对，我们还要上场。对。靠！你们班女生是怎样打都打不完呢？还蛮神奇的，他是几班？五班啊，黑色那个。哇！你们班女生靠发球来赢吗？对，我们班接球一堆钉子，全部都叠在地板上，可以送的。没有，好厉害，网络打，五万是没人，不抢啊？可是，他们还可以打5-6秒，竟然蛮神奇。他们是懒得打，然后就散打，一跳就是啪啦的。我们女生还抓到种子哎。平常打的感觉都贴都出，对，没错，比赛都已经出。最好去中心那个边多夸张，我看到前面两个篮网直接扣旗舰下去就没了。去你们班没有旗舰扣球的，我知道外面跟人家打。我那就是你们班默契嘛，就是你们班默契。默契是还好。紧张，很多原因啊，很多原因。一紧张，他们球就很多因素了。你这个头发，都头发，那也不是做头发，头发一大堆。然后打到5-6名是吧？对。我要去前车。我刚也发了。先车了。刚你们怎么补一个安全帽？没有，然后太轻了。弹头先生，弹头先生，要走了。没有，
太短。你哪有很长啊？哎呦，他们红辣椒进场哎！啊，你们怎么没有？我想去。你们十一班怎么没有？啊？说你们没有。Well,